要不先，你这实在太诱人了。把它拿起来吗？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你别着急。我先把它弄到这一步，我们再来拿。它不是上面的。这样它热了它。这个好点吗 ？OK， 我这里先拿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开始进入正式的午餐。上来这边可以。你们看这边了，马上一回到这，他们每人自己取餐，自己点。对呀。手机先吃。手机先吃。手机先吃。经典。这话经典，手机先吃，眼睛先吃，然后实在是太香了，哇，这个迫不及待了，我都。姐姐去吧，去找妈妈去嘛，找吃东西，开饭了，哦，一定得把它这是我拍下来，记录下来，看看我们这个博士正在这么辛辛苦苦的，哎呦，第一刀，哇。那第一片在那儿，一定要切好了。不是，来。对啊，第一片赶快拿走，尝尝烫不烫？太烫了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啊，你有那个是吧？还是要这个？但是可能没味道。烫呀，太好了！你们馋不馋呀？就归我了。没事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没错。这个好处就是，嗯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小高，但是 OK， 但是我没有别的。哎，我问一下你们脚。去饭馆先吃一个，这个有多少磅啊？这个看你吃还对呀，40磅，是，没错，看着多诱人啊！嗯，前那一年是在农场。找找你老公，至少头一天买要不然这个要花重的话。哇，这太可爱了。哇，这滴着油呢！全都化了。兄弟，明年我们加个小马达就开始那个代理号。我就不用那板了，我就把那板退了，就先这样。为啥呢？对于这种情况，确实板了。你说这，你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板比它小啊！我不如把那个板，但是我来不及再去买，我就这次就先这样。这已经还好了，这个，这至少大部分。Thank you.
那个书上也没有。